Hello，大家好，我是 Audrey。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节超级高效的大腿外侧和我们的臀部后侧的高效臀腿燃。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需要用到器材只有一样，就是一根超高强度 extra heavy 的弹力带 extra heavy resistance band。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徒手做，效果也超级超级超级好，超级耐。所以如果你有，就有 extra heavy。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准备几根不同强度，准备一些中等强度、轻等或者普通高等强度的。那么这个超高强度呢会很难，中间你就可以换成别的强度。好，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开始吧。废话都不要多说，直接将你的这个弹力带套在大腿外侧，然后呢，人可以来到一个这么一个支撑在前臂的姿势，你也可以直接支撑着自己的头，然后呢，你甚至可以直接这样躺下来。怎么样都可以，但是选择自己今天想要的。今天想要休闲一点，或者说呢，我想要专注臀腿一点，那么我就会直接躺下来。对，来到直接躺下来的姿势，注意看好我的侧腹，我侧腹并没有塌陷，抬起来。对，保持你的侧腰跟这个瑜伽垫有距离，是因为你用腹肌把它抬起来了。好，我们吸气准备，我们上抬，放下，上抬，非常好，放下，上抬，放下，上抬。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我们就会逐渐加高难度，所以享受现在此刻的感受，很好。五、四、三、啊，这是一个热身，感受到自己胯部不要外翻，好，保持在上面。Okay, 你 up，up，up，lift，and lift，squee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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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and up，we go lift。Lift up and up, squeeze and squeeze, lift and lift. 8, 7, 6, and 5, 4, 3, 2, and 1. 非常好，保持在上面不要动。Hold, hold, hold. 20秒的 hold, 我们一起。20, 19, 18, 17, 16, 15，坚持14，保持高度13，屁股不要外翻12, 11, 10, 9，很好，8, 7, 6, 5, 4, 3, 2, 1，好，我们再来一组刚刚的循环，我们先是直接全幅度的上抬，全幅度的上抬。Down and up, down and up. 如果你需要，可以完全换成年轻的弹力带。如果能帮助你把动作做对、做标准，那我非常建议你去换一下弹力带。最后四、三、二，很好。一，保持再上小幅度，五啊。Lift and lift.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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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Up and up. We go for 8, 6, 4, 3, 2, 1. 好，保持在上，保持在上，非常好。然后我们 hold for 20 seconds. 20, 19, 18, 17, 16. 很好，15, 14, 13, 12，坚持保持11，如果需要可以休息一下。10, 9, 8, 7，很好。6，我也开始抖了。5, 4, 3，很好。2, 1，好，放下。那么我们继续最后一组，上抬，放下，上抬，放下。我们抬，放，抬。放，这个弹力带真的有千斤重，有没有想到一开始这节课觉得这个动作并不难的自己，明明就很难，好不好？5, 4，很好，3, 2，最后很好，1，保持在上抬，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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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eze and squeeze， 最后5, 4,
三二一，后后后，这次只要十秒，十、九、八、七，很好，六、五、四、三、二、一，放下，好，捶一下自己，捶一下自己，哇塞哇塞哇塞，这个 outer glute 真的很难很难。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可以撑起来自己一点，对，撑起来自己一点，然后呢，同样是抬起我们的腿部，很好，然后我们脚后跟上抬，然后保持平行，双腿平行，上抬，回到正中，上抬，回到正中，抬，回，抬，回，坚持，很好。八、七、六，很好，五、四、三、二、一，好，保持上抬，我们抬起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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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and out kick and kick， 斜角线的方向 in the diagonal。 eight six four three two one， 呼，休息一下。稍微给自己的这个大腿外侧和后侧一点点休息的空间，喘息的空间，非常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做完了呢，我们就可以换边了。非常好，大家注意上台，然后延长 kick， 现在看看你 kick 能不能延得更长。什么都不做，我就 hold， yeah， just hold here 20 seconds and that's it。 20 19保持高度，18 17 16 15 14延长，最后10 9 8 7 6 5 4 3 2一零，我刚刚突然不熟的，有没有吓到你们？开玩笑的，就是那个对应了我内心的实话，这真的太难了，所以忍不住实话了一下。好，在交换两腿中间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轻微做一个拉伸，对，就是这样，你的右腿放在地上，左腿去做这个轻微打开的姿势，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稍微放松一下。等会我们会做一个更好一点的拉伸，所以现在只是一个轻微的放松，调整一下两侧的状态，来到另一边。那么跟刚刚一样，你可以在前臂上，可以沉着头，可以延长，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最舒服，最适合当下的自己就好。对，然后注意撑在地上的时候，侧腹抬起来，侧腹不要塌陷，侧腹抬起来哦。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吸气，准备，呼气 ，Don't think, just do， 上台，放下，上台。放下，第一轮就很轻松，是不是？第一轮就觉得还挺好的，也没什么。这次 Audrey 很温柔，然后十秒钟之后你就开始尖叫了，或者说你的大腿外侧就开始尖叫了，非常好。五、四，很好。三、二、一，好好，实在上面，看你啊 ，up up up。Lift and lift， 有可能第二天走路都酸，真的会像个螃蟹一样。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运动，又用了超高强度弹力带的话，所以我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调整。如果需要完全可以换轻一些弹力带，或者不拿弹力带去做，我试过也很难，也会酸，真的也有效果。大家不要好高骛远，第一次就把自己逼到了极限，那么下一次你再遇到这个运动，你可能就会那么的有动力，或者说会觉得。心理上会有点抗拒它，我不希望大家抗拒运动，我希望大家是享受运动的快乐，很好，保持在一定高度，二十秒，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保持高度，十五、十四、十三，核心发力，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好，放下，我们直接上台，放下，上台，放下，
上台，放下，上台，放下，坚持。我们在这里挥很多下，最后八、七，很好，六、五、四、三、二、一，好，保持在上台里 ，up up up。大家有发现吧？我每一轮其实都会逐个减少个数，所以大家不要害怕。We have our holding four, three, two, one, hold, 20 seconds, 20, 19, 18, 17, 用力, 16, 15, 14, 13, 12, 11, 10, 9, 很好, 8, 7, 6, 5, 4, 3, 2, 1, 好, 放下, 吸气调整一下, 呼气, 准备好的话, 我们直接开始, 上台, 放下, 这一轮是个数最少,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5, 4, 很好, 3, 2, 1, 好, 保持在上台里了, up, up,Lift and lift. We have four, three, two, one. Hold, hold. 十秒，十，九，坚持，八，七，六，五，很好，四，三，二，一，零，好，放下，稍微敲一敲，休息一下下，对，给自己那么五秒、十秒的时间，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把头撑起来，也可以直接撑起来，或者保持刚刚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吸气呼气上台。好，我们现在单方面上台，我们的脚后跟保持平移，对，我们本来是小腿平行，现在会在一个斜角线平行，斜角线平行这样一个状态，非常好。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大腿一定在对你尖叫，一定在跟你说休息一下吧，没有关系。如果说你觉得可以坚持，再坚持几个；如果你觉得需要休息就休息，没有任何问题的。五、四，最后三、二、一，好，保持在上。Press, press, press, press， 像斜角线，小幅度的。我的腿没有延长，没有关系，小幅度，小幅度。Press and press, squeeze, squeeze.Squeeze and squeeze, out and out, up and out. We have eight, seven, super long count, six, and five, oh my goodness, four, whoo, three, we're in this together, two, and one, hold, four, three, two, one. 好，稍微再跳一跳，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final hold, 接下来就是拉伸了。这节课真的特别快，特别高效。在你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它已经结束了，对，我们就带着这一种不用管它什么时候结束的大无畏精神，直接把它做完就完事了。吸气，我们准备，呼气，你准备好了，我们一起上台。OK， 保持 hold 就可以。Let's just hold it, hold it, hold it。二十，十九，抬高一点，十八，十七，保持核心稳定，十六，十五。十四、十三，沿朝向那个方向。十二、十一、十、九、八、七，一起抖吧。六、五，很好。四，保持高度。三、二、一、零，放下。起来做一些拉伸动作，这个时候的拉伸可能比运动还要可怕，因为 我可能没有，我相信我不用告诉你，你应该也知道，就是你刚刚臀腿真的练得很狠，所以现在它很僵很硬，它的这个肌肉收缩状态 contraction 会保持一段时间，对，大家不要害怕，我会带你一点点把它拉开来的，很好。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坐着的 figure four position， 那我们先拉我们先练完的那条左腿，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
弯曲你的脚腕，弯曲你的膝盖，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关节，保持一个坐姿，背部平直，大家不要这样弓背，背部平直，哪怕你的腿在很远的地方都没有问题，保持背部平直，逐渐将自己的双腿向内带。如果说你觉得想要就是更深的拉伸，你可以把自己的用双手把左腿抱进自己胸口，背部平直状态下 rock your baby， 像抱着一个小宝宝一样摇晃一下，背部平直是最难的，不要弓背，抬起来。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弓背，自己用左手在后面撑一下，感受一下，很好。五、四、三、二、一，零，很好。好，继续保持左腿的拉伸，我们做一个 full pigeon pose。那注意我们的脚腕还是跟地面勾起来，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背部平直的向前向前向前，不要弓背哦，背部平直平直平直，对，想象你是向这斜上方，而不是向地面，向斜上方抬起来，做这个拉伸，深吸气，直到你的胸口可以在背部平直的情况下碰到那个双腿，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深吸，深呼，再一次深吸，再一次深呼，啊，最后一次深吸，最后一次深呼，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这个拉伸完完全全不比刚刚的练习要简单。好，最后一个 cow face pose， 也是今天的拉伸中最难的一个。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动作太有挑战，非常欢迎你回到刚刚的那个 full pigeon 或者回到 figure four。那注意现在还是左腿在上，右腿在下。那么如果你可以双膝相叠，你再做别的。其实很多练习者双膝相叠可能就非常非常有挑战，那你就别的什么都不要做，甚至不要去前倾哦，你就坐着，保持去找那个双膝相叠的感觉。如果你的双膝没有叠到一起，那么你也不用强迫它现在叠到一起，你坐着。在现在这个状态慢慢用重力让自己的双腿达到一个更打开的状态，如果你可以很轻松的双膝相叠，背部平直，大家看好背部平直啊，不要弓背，提醒无数次，但希望是有效的，向前向前向前，保持背部平直的状态，想象斜角线延伸向那个方向而不是向下，对，弓背的让自己的身体更低，其实并不能很好拉伸你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会给身体一个错误的习惯，很多时候你会有一种懈怠感，但是如果你是背部平直，一种斜向上的方向，那么首先你的拉伸更到位，你就算身体离地面更远，但是你在做更对的动作，你的身体会养成很好的习惯。对，深吸气，深呼，深吸，深呼，深吸气，深呼，深吸，深呼。当然我说的那种不可以放松，也不是说真的不可以放松，是指就是背部要找一种斜向上的感觉。如果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在背部平直的情况下，上半身贴合下半身或者贴合地面，那你就可以放松。对，因为那样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其实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在这个形状中的极限，那你应该通过放松让自己有更多空间。其他情况下呢，你的放松应该是往另一个方向，有点抽象，希望你能懂。好，最后一次深吸，最后一次深呼，呼，非常非常舒服。同样的拉伸，带到另一边，我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OK， Figure Four Stretch。现在是右腿的 figure four， 同样勾起你的脚腕，弯曲你的膝盖，背部平直的情况下，将腿往自己上半身去带，哪怕腿远一些，那样你也在做更正确的动作。如果你想要一个稍微活动版本一点的，那么将自己的这个右腿可以抱到胸口位置。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右腿离胸口很远，我可不可以这样，可以是可以，但是我更建议你左腿放在前面，因为那样其实反而对你的身体来说会更深度。这种 rock your baby 的动作呢，是对于说你觉得可能单腿可能不够，你想要更多贴紧胸部的情况下，你可以这样背部平直晃动晃动晃动，
和五、四、三、二、一，零，非常好。现在我们进入 full pigeon pose， 右腿在上，左腿在下，勾起脚腕，深吸气，找到向上的延长感，呼气，将延长感往斜向方，这样子带带带带带带带。如果说你的延长感够强，你的身体仅能平直的碰到自己的腿部，那么你就可以进入 pose。 对，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吸，啊，然后我们再来，深吸，深呼，啊，再来最后一遍，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啊，很好，慢慢慢慢的爬起来，最后一个 cow face stretch。两侧可以是不一样的，刚刚那一侧可以对你来说更容易，也可以是更难的。那么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我们尽可能去找膝盖相叠的感觉，如果达不到很正常，真的可能我以前在外面教课70%-80%的学生是做不到的，那没有任何问题。这不代表你如果不代表你不够好，只代表你的练习中这一个东西是一个你可以去专注的地方。那么你不需要好高骛远，身体要求前进怎么样的，你就坐着，用重力带动你的身体，逐渐带到一个膝盖可以相叠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双腿打开太难，那双腿更靠近一点应该会更容易一些，就坐着享受重力给你身体带来的自然作用就很好。如果你可以膝盖相叠，你的胯部这个活动性什么的都在线的话，那么一慢慢慢慢的身体向前向前向前，对，背部尽可能平直，直到你的胸口可以完全贴合自己的腿部，然后你感受到了这个重力对你身体的支撑力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放松一下你的肩膀，不用再想着向前，可以想着relax， feel it grounded， 非常好。最后一次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呼气，啊，呼起来，大家面向我，吸气，我们双手向上举，呼气，双手合十，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非常开心又和大家一起运动了，有别的想看的内容记得跟我留言哦，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